最好成绩的话呢，他在这个组能够排在前四。好的，比赛发枪，康宁汉姆启动反应不错，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位，保持住自己的速度，中国选手要加油，最后的撞线略显可惜，康宁汉姆还是后程更快啊。康宁汉姆7秒59，这组第二是约瑟夫7秒62，刘俊熙有一点危险啊，7秒66，奥巴苏伊小组前三我们看完了，再看看递补的机会，刘俊熙7秒71，可以递补晋级。